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燕荣老师。那么整个行情你会发现整整横向了三到四个礼拜，在这三到四个礼拜当中，很多人你觉得说大盘在横向，你觉得没有行情，甚至很多人灌输你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讯息。那结果呢，你会发现啊，那么燕荣老师的说法其实是不太一样的。燕荣老师说，如果你方法是对的，如果你加入的粉丝团是对的，如果你买的扣讯是对的，你会发现啊，一个月有两档到三档股票让你拥有两成到四成以上的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是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如果你在最近这三个礼拜你追踪我的市电1503的市电，我连续跟你讲十几天，讲十几天，我带会员朋友连续买了六七次，结果呢，我说会到95到100块，就今天来到99.9了，我是不是再度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当然不止这一次试电，事实上在未来我依然要提供这样的讯息，在这个粉丝团，在我的会员call讯当中，当然重点是跟你分享我们是怎么办到的，已经进入第四次的翻本行情的一二三次怎么办到的。看到这里，好，这个是第三次的一个三月份的代表作，也是第三波的翻本行情。旺系、雄狮、宝盛光当时第一时间都拉了这个25%到这个六成上来。那么第四波的翻本行情，我就跟大家讲了你还在等，你真的要等到什么时候？你看燕荣老师跟你说，这个持股集中重压的华城市电，你看到雄狮也都真的拉上来了，但是你还在等是不是？你看多可惜。每一次的行情我都是跟你预告，包括3月7号熊市的预告，包括在每一次行情当中包括在3月16的预告，有没有？这一次延续到4月份，为什么这一次又有市电又有华城熊市？逻辑就在这里，是不是？那所以呢，包括你说没有行情，但是你跟到气势最旺的燕荣老师连当冲一天只有一档，今天都可以拥有多少？将近13%的价差，因为买在盘下收涨停板，是不是？当然不是只有一天啦。那么我们的胜率已经高达80%了。那么在这个地方，目前为止，操作50次，对的是40次，好，对的是40次。那么这是最近的一个操作，好，每一次都是只有一档。如果你想要体验当冲了，也可以加我的赖进来，留言当冲加一就可以哦。好，那当然操作不顺的，也可以来先加入燕荣老师的粉丝团。那么如何加入呢？透过 LINE ID 搜寻或刷 QR Code 的方式。那么在这个地方加入之后，请记得给我贴图哦。那么在这个地方，燕老师要跟你分享什么？大盘的关键提醒，转折出现了没有？何时会涨千点？什么时候涨不动了？跟你做提醒。底部倍数标股，还有当冲标股，我都会透过粉丝团的一个分享，但是你必须先有贴图才看得到。好，那所以呢，或者说你可以换一个真正有用的顾问。好，那么不管你要在这个地方波段翻倍，或者是当冲翻倍，那么燕荣老师获利该搞好，那么不用花太多的一个成本，那么55就可以了，好，55就可以了，一档三成，三档资金翻倍。那么今天前十名你出一半，好，燕荣帮你出一半哦。那么如何来参与呢？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哦，那么也可以加入我的 LINE， 透过 LINE ID 或刷 QR Code 的方式来留言，来争取这10个名额就可以。好，那当然今天说真的最精彩的，假设你有在看盘，收盘前台积电呢，一笔大单5570张，然后呢拉多少？拉了5块钱，这5块钱代表什么？代表尾盘指数拉了45点到48点左右，是吧？整个指数呢冲上去了，原本指数是小黑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国安基金退场了，对不对？他要护盘，他退场了。但是呢，其实呢，这个国家其实还是很关心这个。你看到一些金融股的部分，在这几天其实低档就有买盘存在，所以其实还是有人有大人在关注这个盘。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以目前这个现行，后面如何看待呢？好，后面的看法我认为第四波的翻本行情其实已经发动了。第四波的翻本行情，那顾名思义，有第一波到第三波。这1月3号的提醒，我说千点行情，结果涨1500点。那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了，这是3月16号，我说要 V 型反转第一只脚，有没有？好，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包括这里的第二只脚，第二波，这是第三波翻本的行情。那现在为什么第四波你动作要快？因为这个地方主力成本线由负的翻正的，代表什么？代表主力成本线过去只要有拉大距离的话呢，这个不是一个小行情。
你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呢，后面是连续的往上攻，那最近又有一次，那么数据呢，大幅度的也突破前面高点，所以这个行情你不容小觑啊，真的不能够小看它。所以呢，包括在整个 KD 值的部分，我说，多头市场肉最多的一段就是 KD 值站上80，那这个 KD 值是25KD， 那整个过程里面呢，明天是比较关键。比较关键，那么礼拜二或者礼拜三，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三，如果出现跳空缺口 ，RSI 站上这里，那你追都追不到股票，你会追都追不到股票。所以呢，现在最重点的部分是什么？你必须要找到一档标股，好，那么找到一档标股，你来做跟单，真正的标股，持股集中可以重压那一种，好，重压那一种，像市电啊。那么买10张就可以赚到200,000，那么如果买1000万剩500万的人，你这一次如果说有全力重压的市电，对不对？你这一次呢可以拿回来20%，拿回来20%就是250万，那么500万可以到750万，是不是？用这样子可以有计划的完成你在股市当中那么要把失去的加倍奉还的一个方向就可以完成。所以呢，我现在跟你分享的就是那一档可以重压的股票，就是这一档。好，这一档呢叫做雄狮第三标股，雄狮第三标股 A 指标数据创高点。跟熊市的线型一模一样，那在这里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它的基本面很棒，线型也非常漂亮。那么我认为啊，在今天是礼拜一嘛，这礼拜呢会有先拉3个长红，压不下去喽，好，压不下去喽。那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赶快冲进来，一定要在礼拜二、礼拜三赶快进来做一个布局。所以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熊市第3+1呀、我开放10个名额，你来做登记。好，这是 CP 值最高的股票，因为它会像熊市一样，一旦发动它绝对不会回头，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它这个每天眼睛一张开啊，你就是数钞票，所以这档股票赶快加赖进来，留言熊市第3+1，好，只有10个名额，速度要快。好，行情真的强强棍啊，4月份的代表作你看到了，这些我都领先讲了，都有预告。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包括整个逻辑的过程跟大家做分享。你复制成功模式，每一档股票买在低点，像这样 A 指标数据创高点，肥测法人成本、主力成本线由负的翻正，它就是大标，是不是？成功的逻辑观念就是这所谓的主升段选股。但是很多人的主升段选股就是 K 线突破。那如果你买到的是宝盛光，好，如果你买到的是这个雄狮，那还不错，还有机会。但是你会发现，没事啊，我们都赚先赚30%的，你才进来。每一档股票100万，我们先赚30万、40万，你才进来。就像雄狮也一样，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有财务缺口，跟到这种也是一档翻身。那么一年当中给你4档到5档，从最低点赚起，而不是我们赚了30%到40%你才进来，你这样翻身的机会比较大。那当然，如果你加粉丝团进来的，那么你会发现我们也是在低档跟你预告，绝对没有让你来帮我们抬轿的任何意思，你放心，你放心来加赖进来，你来跟着我的标股就对了。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市电也是一样的一个线型，非常漂亮。然后呢，回撤成本区域，你看就是低点，有没有？然后一拉就是到99.5%。对不对？所以呢，我的逻辑观念就是如此。所以呢，包括我在这个地方多次的预告，说到做到，好，目标达成99.9%。为什么说说到做到？因为我在4月10号这一次的一个发讯，我说会到100块左右，对不对？有没有说到做到？而且买了几次？买了6、7次啊！早一点来买低一点，晚一点来就是买高一点点。那所以你要早来还是晚来呢？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你会发现呢，彦蓉老师总是说到做到，跟到这种梦想就可以照计划来实现。好，照计划来实现。所以呢，彦蓉老师扣讯的质感，好，你觉得在哪里？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参与55专案，波段翻倍，当冲翻倍。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个机会呢，只有10个名额，一档。那么你出一半，彦蓉老师帮你出一半，欢迎打电话或是加赖进来，来留言来争取哦。好，那当然你要少输多赢，像这个位阶的股票，就算第四波的翻本行情，联发科你看这样都输100万，为什么？这个位阶。所以如果你有股票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那么到底在什么位阶看不懂的，可以加赖进来留言股民成本，我来帮你做一个检查。好，那么买在这个位阶的话呢，那么2个月会1倍。买在这个位阶的话呢，1个月会有50%以上。那联发科你就是买在这里，很多股票你买在这里，那你就要小心了。2个月赔3成、5成以上，这要非常非常注意哦。好，那当然来跟大家追踪一下这4档股票，云品，好，饭店股也是我会持续关注的一个目标。A 指标数据创高点，如果这里守住了，马上攻；守不住了，再筑底。好，再筑底。
这个也是风电的永威，好，永威记忆体光学镜头，哎，赚了不少啊，去年赚2块多 ，A 指标数据创高点，如果有关键价位守稳，直接攻击；如果守不稳，回撤这里再来做一个买进。当然怎么买，我都会跟我的粉丝还有会员朋友讲清楚，你只要加赖进来留言，或者直接参与55专案就可以了哦。能源概念股广电。好，那么这是一个转机形象 ，A 指标数据创高点，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转折啊，如果守住它也是会有机会。那么医疗废弃物的日友 A 指标数据创高点，如果能够守住这个地方会直接攻，守不住的话呢再扩底。所以呢，以上股票哪一档会直接先攻呢？哪一档的速度幅度最快呢？有兴趣的都可以加赖进来，那么留言来跟我们做一个留言的动作，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这一档雄狮第三 CP 值最高。那么这个礼拜未来连续有急拉三个长虹涨停的机会，雄狮第三加一只有10个名额，每天眼睛张开就有这个数钞票的机会。那么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最后布局，把握这个机会，务必要跟上。好，那当然如果跟到持股集中、低买高卖的标股，像宝盛光一样，你会心情愉快。那么跟对人，存款增加，那么你要房贷大额还款，每一次都几十万、上百万在还。你就发现你梦想实现的，那所以呢，这边的话呢，加加倍丢定，好，欢迎加赖进来。那么你可以留言55+1，那么来争取你出一半，燕荣帮你出一半的这个活动。不管你要波段翻倍或者当冲翻倍，一档三成，三档资金翻倍，燕荣尽最大力量来协助大家，也欢迎大家来跟上我们的行列。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喽，也预祝各位朋友们操作顺利，谢谢，拜拜。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